CPR 教练原声合集第三弹。我先吹的进攻犯规，进攻犯规在先。进攻犯规用肘。方老师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我错了，但我不能改。玩的，那哈迪举那么高，你下压，他没下压吗？再见的话，我就把你出场，就是。你把我出场也没关系，你下压不下压？你看看去，周导，周导，你看看去。周导，本来就我立马判你进入那个什么，我出去就出去，出去干啥？拿球犯规，哪你这样吹的？四川队主教练，啊，不一样的球，你这头下压比他下压厉害多了，你去看一看吧。队长，请您离开场地啊！你加速，没你们这样吹的。不，请您离开场地啊！我们没有权利提醒了吗？教导。嗯，对，依然是全场紧逼。嗯啊，换防巾上来就是去帮助孙明辉去过渡一下这个紧逼防守。啊，得，那这一下挨骂的又加两位。马上我们的镜头就给到了李思强指导啊。这场球我觉得虽然能赢，但是李指导这心里一定一肚子火啊，回头估计得发飙。刚才抱他太紧了，你两个人给他双眼护了，对吧？你看到这个，你夸他人，那就会就穿过去，是吧？哎，对方打进了，你不能快点发底线球干嘛呢？好的，我错了。啊。球全在那妈没了，进了大反击，找下个机会。Looking for the next option. Run to the end. 你们还这么帮他？他的利用这个背仰弧走，利用那双仰弧倒着防，不要在他屁股后面倒着防，不让他利用那双仰弧出来守。Watch him go the other side. Don't let.